Hello， 求生者们，大家好。在海岛地图有两座高大的桥，我们可以采取上桥顶的方法来堵桥，会更好埋伏敌人哦。那要怎么上桥顶呢？走到桥头这个位置翻越上去，然后沿着斜的桥梁一直往上走，在第一个连接点的位置翻越到桥梁上，往上走到接近顶端处，开启第一人称，转向右方的三角横梁中间冲刺往下跳，跳下去之后会掉一点血，我们沿着斜的桥梁再一直往上走，走上去之后头部不要顶到桥梁，往右前方桥梁冲刺，再按两次跳跃触发攀爬就可以上去咯。你学会了吗？我是汉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